You're going to go around the bus one by one and just say your name and where you're from. And yeah,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else if you don't want t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美。今天我来到了韩国的江原道，我现在在雪月山。这个江原道的旅途是两天一夜，我是跟旅行团一起来的。我现在在爬着山，要去雪月山的里面。它的水也太清澈了吧，太干净了，它的水。我妈妈以前来韩国旅行的时候，她有告诉我说雪月山很美很美，如果来韩国的话是一定要来的。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了。听说这一个水对身体的健康是好的。Perfect。据说韩国人在爬山的时候都喜欢堆石头，代表了幸运。这一个叫做五色药水，据说喝了会对身体健康好。这个水应该是从瀑布来的吧，刚刚的那一个瀑布。韩国人他们是说俺的哟。这里是五色药水，然后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泡脚这些，因为据说对身体很好。很多人卖这样子一盒一盒的炸鸡。对呀，好吃吗？没有。这里是他们的海鲜市场，你可以在这里选了海鲜过后，他会现煮。太神奇了吧！他们的海鲜市场很干净。你好。
到了制船的博物馆，就是这里以前是造船的，然后旁边就是海。加这么大杯水还是很甜。
的酱园到这里结束啦，我的影片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点个喜欢，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